尽量不符合大家期待的东西。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不符合老师、家长、校长、马英九或任何人期待的那个人，在这个时代，你必须花很大的编辑成本、很大的努力、很多的时间，并且忍受很多的批评，所以你们这种东西不会卖啊，你们东西没人听啊。啊，这个表演很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只接受比较爱乐电台的主唱 ，OK， 或什么等等的之类的。哦，当然我不是在抱怨，因为这个东西一向就这样子，会听就会听，不会听就不会听。我从来不要求任何我的朋友去听我的乐团，所以今天在下面歌，我相信没有一个是我的朋友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对不对？没有，对，就没有。好，这首歌曲在一个八拍，兄弟们，那等一下就七号亲，谢谢。